那大家也知道，就在我们本月的五号的凌晨，有一首歌曲发布了。嗯、而在八号呢，这首歌曲的 MV 也发布了。所以今天，各位有一个第一次啊，他们将同台，这可能是第一次。然后就在今天，他们要一起演唱这首《镇魂》的插曲。时间飞行，各位，接下来有两位带给大家。飞行，跨越世界，我在。